我乃昭明文心的啊，有命便知，无命不休。提起此人，大大有名，但不知是哪一家呢？王丞相之女，薛平贵之妻，王氏宝钏。俊逸来的不凑巧，怎么不凑巧呢？方才在此晚餐，如今呢，回转很有去了。烦恼打
嫂传话，就是她丈夫托人带来万金家事，叫她破请些去。君爷请稍待，有劳了。王三姐。叫你破钱去，有啦。
上官大道，并非是迷路途，我乃昭明文心的呀。有命便知，无命不晓。提起此人，大大有名。但不知问的是哪一家呢？王丞相之女，薛平贵之妻，王氏宝钏。王君爷，你与他家有亲？无亲。非故。既非亲故，问他则甚呢？不是哦，我与他丈夫同饮凄凉，托我带来万金家事，故而动问。君爷，请稍待。请请。想我夫妻分别一十八载，今日才有书信回来，本当相亲叙旧，怎奈这衣衫褴褛，若不相亲，书信又不能到手，这便怎么吃？我自有道理。啊，君爷，你可知衙门？略知一二。有道是冤。千里不能相见呐。至今呢？哦，莫非你就是薛大嫂么？不敢，平贵之寒气。哎呀呀，问来问去，问到自己的头上来了。来来来，重见一礼。方才见过礼了。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。好个礼多人不怪，君爷那书信来吧。我也告别。哎呀，且止。想我平贵离家一十八载，不知他的贞节如何？趁此四下无人，我不免试探他一番，有何不可？总兵曾把牡丹戏，庄子也曾当戏戏，千夫戏过了罗敷女，薛平贵调戏自家戏戏，东厂带队家莫欺。是兵呢？你放在哪里？东厂带内。干木是不要紧的所在。真是个要紧的所在呀。因何是落了啊？像是在前村抽空打眼。打眼则甚？冲击呀。像是那眼儿睡了你的心肝不成。大嫂，一封书信能知几何？怎么开口伤人呐？有道是为人谋而不忠于
到底是丞相之女，开口陈问呐、啊！啊，大嫂，不要着急呀、啊。事情虽然失落，上面的言语我还记得几句啊。记得、哦，是了，像是我那些郎托你带来万金家事，内有安家银两，一路之上被你花费，你倒是也不是。不是哦，我那薛大哥消失之时，魏军的在一旁打点行囊，偷看了几句，果儿记得。如此时来，你是有心失落的了。我若有心哪、啊、还失落不了你的失心哦。好空啊，哪里来的灯亮啊？凭着何物？皓月当空。真是挨了打呀，但不知打了多少。你看此事，哎呀，苦命的夫。大嫂不要啼哭啊，这哭嘛还在后头呢。斩断线。在阴中失落，一骑冤马，是官马还是死马？军营之中自然是官马，官马岂不要配？他焉能不配呀？哎呀，哪里来的银钱配马呀？他自然有我。为陪马写了我失恋。
我那薛郎娘俱是一样啊，你二人俱是一样，你哪里来的人钱给予他使用？大嫂，你有所不知呀，我那薛大哥先前嘛倒是个好人呐、后来学坏了，在外面交了些个无业的游民，这里吃喝嫖赌，浪荡逍遥，将一分钱粮俱都花费，不怕大嫂你笑话，为君的乃是个贫寒出身呐，积攒了几两银子，都借与他赔马了。这就不对了。怎么不对了？像我那薛郎也是贫寒出身，从不晓得花费银钱的。哎呀，薛大哥啊，薛大哥，今日我才知道你我居士一样哦。这个人不老成，等你算来十两并不成，还我半行分。他不还你，你就该问他要。我有也是枉然，问他要，岂不伤了朋友的和气呀？君爷，你腰中佩戴何物？防身宝剑呐！赵娃杀了他，也要问他要。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杀人要偿命呐！难道是就罢了？沉默、又倒是这善财难生哟、哪一日可以把张涛他眼神长安城少你的也不少，不该不少替他滋生你。大嫂，我来问你，这负债自还，负债呢？七边怎么样啊？七不管。哈哈，他倒推得干净呢。有道是这寒呐、要吃在病人的身上哦。就是我，有何为证？本是为证呐、好好好，拿来我看呐、慢来慢来，你乃是个有气之人，本是到了你手，三把两把扯碎，为君的岂不落得个人财两空啊？你之见你，你我之见嘛，我这里有马，你我成亲，去至前村找一大户人家，请来三老四少同策同观。此话当真？当真哪、果然。哪个骗你不成？
在哪里？在那边呢。在哪里呀？在哪里？不用啊。在哪里？Thank you.
弟两个扫了凡，谢平贵道做了县巡官，两军阵前一待战，他把我擒过了马吊鞍，多蒙老王施恩典，反将公军陪两晚，西凉的老王把家宴中文武报我多平安，那一日家坐在平安殿，顶红大宴口吐人言，手执金弓云胆的大，打下了板的不歇罗山，展开罗山从头看，才知道还要守护的王宝钏，不分昼夜往回赶，为的是回家夫妻团圆，三界不幸从头三年来带去。十八愿我教育九泉关，一见世事的刀砍，不然是我父转回鸿。少年子弟江湖老，红尘佳人两鬓斑，三界不幸林花招，永远不死当年在彩楼前，俺娘为那有灵花，
再退后一步，再退一步，好好好，再退一步，还要你退后一步。哎呀西呀，再若后退就无有路了，后面若是有路，你也就不回来了。今得要来，也不问我的饥寒儿子，开口就是做官，难道你吃官穿官不成吗？你今得要来，也不问为妻这饥寒儿子，临行之时我也曾留下安家独用啊。什么安家独用？十担干柴八斗老米呢。这十担干柴八斗老米，满世是吃就是数啊，也把它数完了。就该去借呀。哪里去借？相府去借。不是为妻夸口，自你走后我是不曾进得相府。怎么自我走后你不曾进得相府？好，有志气。本来的有志气。告辞。哪里去？去至相府，与你爹爹算算这一十八载的老米账啊。我爹爹他病了。什么病症？是见不得你的病。他见不得我，难道我就见得他么？日后得了唐氏天下，与我牵马追等，还嫌他老了呢。啊，四郎，你有心来讲话。我不曾睡着。句句都是梦话。句句实言，有道是龙心有报啊。有报先报。不报呢？看你的现世报。三姐。
下跪何人？王氏抱船。跪在姑的面前则甚呐？前来讨封。哼，方才你在吴家破前骂得我好苦啊，我是不封你。方才在吴家破前我不知道是你呀。哦，若晓得是我呢，换马烧了你。越发地不封了。当真不封？当真不封？果然不封。果然不封。不封要他何用？待我认了。慢来慢来，焉有不封之理。是做梦？哦，不是做梦，不是做梦。日次西来，三界随我来也。来了。
启禀相迎，二位郭老爷到。哦，有请。有请。岳父大人在上，休息拜寿。哦，圣上。啊，二位贤婿，岳父大人，今日国寿不比往年了，怎么不同了？宝钏儿回来了。哦，那三小姨子儿也回来了。像是接待而来。哎，哪里是接待而来，分明是他手机不值了啊。哎，少时酒席宴上，定要劝诫于他呀。哪个自然？家园有，请夫人三位小姐吃汤。是，请夫人三位小姐吃汤。人二位贤婿请，岳父大人请。干！啊，宝钏，爹爹，今日回得相府与父拜寿，你还有别事吗？一来与爹爹拜寿，二来与那位户算算我那些郎也是八载的良心，你知了吧。想那品贵依然死在西凉，我哪有良相算还于你？他若还在你，他若还在，我就将这十八载的良相算还于你也就是了。敢与你三姑娘击掌？击掌就击掌，来呀！直言，莫非平贵他还在吗？母亲呐、啊！王母
娘，那品贵他死了，他死了啊。莫非那贫贵还在吗？他早就死了啊。还是在你好，死了了的好，在你好，死了了的好，在你好。儿啊，这一大汉进得相府，拜来拜去，他是何人？弟弟问的是他母，他就是在镇西路上还不死的薛平贵，他又回来了。先去到了，老夫下位。慢来慢来慢来，小婿代劳。先婿代劳。哎呀，岂止，想那品贵依然死在了西凉，他怎么又回来了？带我偷去偷去偷去。
头啊去。果然是他，向那西凉路上害他不死，他今回来岂肯与我甘休？哎呀，这哎，想我是元帅，他是先秦，上前陪过李儿也就拉倒了。我来他一家伙。知先秦回得朝来，本帅未曾与你接风洗尘。No， 我这厢配礼了。不曾听见？哎，行路之人而成了。我再来他一家伙。知先秦回得朝来，本帅未曾与你接风洗尘，我这厢配礼了。你知了吧？我在这厢与你配礼，你在那旁洋洋不睬，是何道理？将这一十八载的两相算还于我。你已归顺那西凉，我哪有两相算还于你？敢我上殿面君，哪国怕你不成？走啊，滚！上天抓之跑火带，苦苦的喊看他二人抓跑落袋，你我上殿报本。
是我的女儿，金殿之上不论亲戚，要怎样叫法？要叫娘娘千岁。长长
于是问呀呼起火端，长江文红压上天，马大将来
么呀？咱家我得好好的露露。您好好露露吧。感情您呢？这么说，咱们娘们来晚了。可不是来晚了吗？回去吧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您别走啊！您这一走，满台没接过眼儿了。就是啊。那又怎么着啊？您得上前见个礼儿啊。怎么着？见个理儿，日后好说话，不是？就是嘛。这么说，见个理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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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，见个理儿吧。十里好比那山东老爷们开宝是个大长门，他们过十里又好有一比，比作何来呢？好比那山西老姓放印子，他是锦上加锦呐。哟，那不成了兔倒对了吗？对了，不倒对儿啊！八月十五不给月饼吃，不给月饼吃。那这么说还得倒个对儿，倒个对儿，总得倒个对儿，总得倒个对儿，倒个对儿吧。Thank you.
山东市张兵权，此你二人龙凤天，三人同战进江山。Yeah.
夫人。这是代战不知，这是我母亲。老太太您好啊，这儿给您吧，请战死攻上兵
我不去呀。哎，老太太，老太太，别看他现在不去，到了晚的时候，您可别关门，他一个人溜溜达达的，他也就去了。哎呀，你别碰you